假收看卫星世界，易经风水面面观。各位时方陈立新，大家午安。好，咱继续来讲解易经风水面面观。昨昏甲各位讲解到土地公，慈悲灵感土地公，八月半到啊。好，咱闹时间的人，属龙工商。咱卡骨力拜托你讲，第一有保庇，第二嘛有保庇，第三嘛是有保庇，大项拢是有保庇。因为咱是大人，咱若往生去，也是有一天咱死去，回转去的时，嘛是爱托你讲，甲咱牵引，渡过一条奈何桥。啊，托你讲，甲咱接引。指点咱一条方向，向对净土的路。所以托你讲，你莫看伊官势，但是伊含上大。上天众神圣七十五，人来到凡尘，一时拢爱托你讲来判，一定先到托你讲庙遐。哦，托你讲呢，伊只。带遮个天神大神，家家户户去出巡，该保庇就保庇，该祝福就祝福。但是诶，咱真侪人，人家讲我信什么教啊？我比托你讲较大，骗笑诶！你有法度比较大，狡辩咧。凭着你讲你比较大，你就说甲一孤魂幽灵，还要无价值。托你讲。非常的慈悲呢，咱我都想要慈悲无，无可能的代志嘛。有一届我请示托你讲，哦，你的喙须哪长哈？啊，托你讲呢，喙须长，哈哈大笑。啊，伊讲呢，我喙须长，我是互众生甲扭长去。第二，我是怣怣甲长去。第三，我无甲众生计较，我会当祝福的，我尽量祝福的，好将天上接来的福啊祝福人。每七十五，天神哈就传一挂福来交予福德正神，就托你讲，交予来转世福，家家户户有信，多信佛有修行的。有修心养性诶，有信福的事情，托你讲诶，有谦卑诶，伊一定家家户户甲舒服。啊，这是一个新价值，奥妙真理。所以我一直这几年来提倡慈悲灵感托你讲，内底真侪拜托你讲诶妙法，那要来拜，咱为干那香也遐，哭哭哭哭哭哭，无效啦，你无了解。托你讲的精神，你拜嘛未应心啦。你无了解托你讲的慈悲，你拜嘛未接心啦。但是有拜比无拜较好啦。托你讲个个人拜个人行嘛，啊个人福个人得啦，一主啊都无定答。所以各位，你若要学鸡仔叫，饲有鸡仔叫咧。啊！你就靠骨力拜托你讲的啦。啊，七二十六拜托你讲，七一十五因为天神下降，托你讲爱去拜一下天神。啊，伊就无时间来家家户户来甲咱，系即我多家家户户看。啊，伊就无多伫庙里内底接受家家户户的祭拜。啊，即无多将。各位恁这拜咧，来专施护持咱的护法神像，咱的完成这组孤魂幽灵。所以七二十六是拜托你讲的好日子。
哦，这点大家要了解。有的人啊，托你讲遐急，咱较急啦，不是伊托你讲急，托你讲遵天法治，遵照天理，我会当做啥，照伊的本分去做。所以王禅老祖是这几年来，吼一直真正慈悲，甲大家讲福德精神，托你讲是咱人生命的守护灵，嘛是咱事业的守护神。嘛，你家庭平安的守护神，曾经咱一个信徒先生，伊都我的事业做了真成功嘛。啊，有一天经过因庄的土地公庙啊，伊嘴烂，是啊，呸，甲呸土地公面头前，惊无十步，巴肚烂的，哪有未喘气，缩的，目睭倒掉。安尼哀，安哀安尼艰苦个呢？吼、哦，竟然塞去病院急救，找无病。家己一直想啊，唔知是要安怎来安尼。经过一礼拜，来只来请佛师来拜老祖，讲伊安尼是安尼，会闹煞会艰苦，他妈死！我一直你行为有问题，你做出来讲无劲，挂博起来，白虎青动。就是对土地公无敬，而且讲话听，讲门口啊，无张地喷出来，喷在土地公的面头前尔，土地公都要快甲牵落啊！啊，咱这信徒的祖公啊，就巴肚啊木落啊，我真无礼貌，哦，真唔捌代志。那么这信徒我确实无语的，哦，迄个时阵那遐拄好，哦，我咧紧嘞，等下甲土地公忏悔。那无你个病因我袂好，叫吓我拢无力，脚酸手软，唔知是安怎安尼。我你都晓，托你讲回七日嘛，遐忏悔啊！哦，伊都遐托你讲忏悔，三生九日五个咧，啊，都去甲回忏悔，托你讲慈悲啊！啊，咱个祖先看到子孙啊，最福德精神，托你讲有这尊敬，有忏悔啊，祖先啊！都靠甲咱保庇，予咱的损失嘛。托你讲，袂甲咱计较，本来伊就袂计较，是人想要计较尔，所以伊就好起啊。即个好师傅啊，足感谢。我若无当着老祖吼，我即声吼，真正是用看有够艰苦的。所以各位啊，咱唔好讲小神看无起，大神哭拜啊。各位十方善知识，福德精神在天台，大法慈悲降下来。我某人一心虔拜者，得求四福以消灾。哎，咱们拜神拜托你讲嘛，爱有这个要领呢。你这请会到呢？无休假个，靠靠托你讲啊！你又保庇个，托你讲保庇王家单子，保庇王孙啊！直直只叫人保庇，哎，你凭啥红保庇？无德无行，有啥物红保庇？无诚心无虔诚，唔捌礼貌，要凭啥好托你讲保庇？虽然世间人有够可怜，干来求，干来求，咱要安尼求。第一要道德啦，有道德就有福啊。要有道德有福，神来行呢，做福德精神啊。八月十五到啊，各位参头参尾，托你讲一直爱拜。你是富生呢，一只猪肉，一尾鱼啊，啊金银财宝五十块。鱼鱼肉肉拜拜咧，你顿嘛摕给你食，托你讲我无你食呀，迄点心真重要。啊，这八月十五拜钟头，托你讲，咱厝边厝后较平安袂当紧咧，咱的饲鸡仔鸟都好有气，
啊，囡仔嘛好带，咱的事业都较有贵人，这是真真自然的现象嘛。可惜咱大众，这点拢去疏忽你啊，非常非常的可惜。啊，咱人表面看起来真聪明、真巧，事实上呢，无智慧是一大片。啊，唔捌礼貌嘛是一大片，结果干呐要求托你讲保庇，无可能的代志。这点是只来甲各位重复一下。所以咱慈悲灵感托你讲这本册，就拜托你讲的要领。啊，尤其这两年经济风波，阮都爱愈拜托你讲，咱福分才会愈多。拜托你讲，看咱祖先高地人的祖先，咱的守护灵就是咱的祖先，做生意的损失嘛是祖先的倒保庇，其他跟你无亲无缘，要跟你保庇啥？所以咱做事业要损失，爱拜祖先以外，一直爱拜托你讲，咱真正祖先。啊，过去先过去坐所留来做个德，因为做定流芳。若是若无托你讲，甲你接引，你要拜有来招命的啦。啊，咱要顺势咯，较像招命的。曾经就信道先生，啊，伊就安尼起一间工厂嘛，专门做砌瓦，是中立。迄个叫做西城，这几个拢西城。哦，阿姨，办公室去这边。好、哦，那托你讲安尼讲，一只呢，好中东。啊，这嘛东，这嘛东，两河道，两河道，哈、哦，这个河东黑工。趁无够了，趁了了，食了了。我起来看，起来看的时啊，我哎，头家啊，你洗床安路，安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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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安都是塞出来。啊，上面好多两好道，你冤家敢袂敢相拍？哦，足烦的，阴暗煞吼。别个工厂的，诶，冤家呢？工人要来拍阮工厂的啦，我已经报警啊！哦，这唔知要安怎，我你袂用怪，怪你家己无智慧。你家己风水，你家己唔相信？我无啦，我无拄着好先生，我你免骗。你人去几下这个简单嘅做，唔捌几捌，所以当然，这灾难要到位嘛。这老师当咪讲啊啦，我要安怎做？你阿公，我一定照做就对啊。我唔爱甲你讲，你一只唔情愿，一点谦卑的心都无。要安怎做事业？哦，我阿妹妹咧呢，当然我变还考业啊嘛，多做是自卑啊。但是这个人都无力气啊，无道理啊。要干呐？想要发招聘了，因某听了我这个名人红晒，你出来你拼出来。这样师傅啊，我那最近头壳破破，唔知是啥原因，烦恼多也是安尼破破。讲话拢有人讲，我咧回去咧，我无计计较啦，我是同情你、可怜你，你做工啊，安尼甲你国家穿皮皮。你要唔知影好笑，咱的祖先的灵魂在看，托你讲在甲你看呢，甲你接应呢。结果咧，你甲你就咧甲你上大，钱上大，无可能。到尾啊，真虔诚的老师啊，师傅啊，到尾安怎？我后来去一间临时的啦，吼，去较细间的下一个叫做嘿办公厅啦，用铁档搭起都较省，你这样无钱啊？好，还有你还知我无钱？看这办事，你趁溜溜，食溜溜。所以我刚托你讲，刷了一间办公厅，刷过来吃，这边两种装嘛。
变凉冬，凉冬就稳定了嘛。哦，我找时间都刷过来，稳定了。现在做得很好啊，去台了到处嘛，真好啊。拢唔敢讲哦，师傅啊，恁拢爱迷信，哦，拜托你讲侬水准无关嘞。我你讲，唔捌嘞，真是无关，水准真是低。捌真理诶，你着最上心。即使是阿婆啊，伊认真拜佛祖，拜托你讲求因囝顺事，卖伤人，这嘛是菩萨，大菩萨啦、啊。各位师兄、陈弟兄，八月末要到啊！我鼓励大家一定要去拜土地公，搭下土地公，求土地公，而且用真虔诚的心去拜土地公。土地公上袂跟人计较，是人甲土地公中间的人上好计较。土地公永远是。袂甲咱做啥物无好诶动作，会啥物都无好咧，就是咱诶祖先祖公，祖先看咱囝孙啊对土地公不敬，对神不敬诶时，祖先在咧牵头，对土地公不敬，你事业要顺遂哦，交变土地公，啊就开始甲你牵头，啥咧牵头？祖先的牵头，这唔只子孙啊，遐尼讲过，钱赚着，后摆要安怎？要未赚钱都安尼啊，搁赚钱以后咧，六亲不认了啦。所以祖先咧会教是只子孙啊，曾经咱就信老先知，伊个人就讲哦，我拜什么佛，一想多啊，哎呦，看这啊啦。你在那里教，哎呀，我手断几粒了吼，啊，三千个安啊，我你连续三点半，啊，一三四个朋友在后边，叫我莫讲，表面真好看，我讲吼，你这个人吼，哎呀，有够可怜，做事业人，哦，家你藐视着修行，托你讲是上天。你拜佛，佛所指派来给你监督的；拜上帝，上帝指派伊来给你监督的；拜佛，佛指派来监督的；拜足侪大神，拜托你讲来监督，咱有德有兴无？安尼尔吗？你穿甲一身躯哦，修行吼、哦、啊，吹吹骗两骗啊，哦头毛呢，嗯，撸了短短啊。吼、哦、啊！你话怕瘫痪啊！你话哇，穿个安尼行路安尼吼有风啊，卖受骗啦！瞒者不识，识者不瞒呀！我托你讲，等一拜，伊讲我唔用拜托你讲咧，骗笑也唔用拜托你讲，谁人卖唔用拜托你讲？伊说比方较细，你大多现在三点半啦，因朋友伫啊。看我这个骂，朋友点点点，了嘞！伊朋友师傅，你来干骂，不能都爱骂骂。伊的祖先来叫我干骂，我讲只讲过，唔捌体制，唔捌你，事业哪会顺？所以有的人就说：“哦，我来拜大神啊！我事业一顺，我你讲无可能的代志。除了要多做功德、修行、修心养性、行善积德以外呢，托你讲，你一定爱敬。托你讲，是咱祖先，那么去请祖先回来。托你讲，伊去甲你接祖先回来，互咱祭拜。大汉老托你讲，那么咱是安尼未晓要？”感恩土地公，一年个你上大，我甲讲了呢，就是先生啊，家己就真歹势，伊讲啊，是你啦，我今日在生气，我但是未生气，恁祖公在生气，叫我甲你讲，你唔好甲人一年讲拜大神，无拜小神，
厝前厝后工厂一切拢是土地公得到保庇呢。我哩做个事业代表个，伊嘛做一个小小个工厂，原来生意真好。啊，伊也袂收个时，生意真好。修行了，生意就是正个。我因哩修行，你做修行人，佮兼事业会愈做愈好。结果你就是哦，我拜什么神啊啦？逐天食饱啦，拜我个师傅上牛啦，拜我个神上大啦，爱安怎啦？爱安尼叫我去西方啦，我要到神啦，做神啦，讲遐有诶无诶？你事业大家嘛讨厌嘛？做头路做人的，毕竟都是正业。佛祖安尼开始用正业、正确个事业去作为修行个一个标准，做修行个老师。但最事业愈顺心，感觉这先生啊，你讲老师师傅，谢谢，好，安尼我知啊，我一定会重新做起。啊，等于都那用都去托你讲呀，啊，拜托你讲啊，因遐装修嘞，哎呦，你那愈修愈落体，你讲。我那三点半还袂过，就体格有够功夫啊！我三点半卖去提，上要紧。三点半卖提，无要紧。我提，我无要紧。上惊三点半去提，安尼尔。伊若卖提，拢无事。三点半若卖提，就最心心安嘛。三点半嘛提去的时，人也是有闲，我都无相信啦。哦，这就是空思梦想的修行，所以今日王禅老祖开始咧，爱为国去讲啊，八月中秋到啊，大家拜托你讲，而且啊，拜托你讲的观念，大家要有一个健康的观念、诚心。而且呢，咱拜托你讲，有诶讲哦，拜咧，肯定都要赶走啊，嘿，唔是安尼啦，都较早就是冤家的媳妇。哦，就去拜托你讲，啊，我真洗扫去嘛，啊，厝的那个迄条做灶的火吼，鼎无水，啊，袂晓退掉的，哇，足急的咧，啊，那烧到厝的鼎也无去火烧厝，啊，就安尼藏咧，啊，香差咧都挂咧走啊，人家问我你阿个兄，拜托你讲都袂用拜伤久，吼、哦，拜伤久袂发，因为伊冤家早会先补啊嘛。王位媳妇不是早嫁啦，吼、哦，那么当然啊，王位媳妇一定就是安只好个，今日全拢流传出来，心还未定落来，赶咧走，托你讲还未看咧，赶咧走，告诉换人就好啦。所以拜托你讲，一真理妙法，欢迎各位咧，你有需要，啊，你再去咱啊中文卫星电视台，哈、啊，你再去请一本书，对大家。给好好有真大的帮助啊！祝福各位。